嗨，经理，我回家，感觉怎么样？他还有多久呢？很快。Why did he catch my falling star? I wish I didn't wish so hard. Maybe I wished our love apart. How could I let you break my heart? Why did he catch my falling star? 他来了。
在那见面。完美的沮丧，完美的考验。车库里边还有一辆车，你开上吧，我会导航给你准确的位置。他一定想祝贺我，这种时刻应该分享，不是吗？ I'm cooling and you bring my sun。你醒了，别乱动。金言呢？现在到底什么状况？你别乱动，你听我说。他设计的最复杂的局，把我折腾得够呛。不过还好把你救出来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带你去看个东西，你就都明白了。这是我做的。我叫韩雨萌，是傅子瑜先生的助手。Jane, good to see you. 整个计划是早已经设计好的。这到底怎么回事？金言，你的计划有改变吗？为了救出锦瑶，咱们已经没有办法，艾兰必须出现。就算你让别人相信你有双重人格，锦瑶就一定会得救吗？只有这样才能救出锦瑶。金言，对于 FBI 来说，这个不是假的。一定要小心。会的。谢寒消失的毫无踪迹，禁言只能用这种办法去接近他。这是禁言开始躲避 FBI 的时候给我的。别哭了。
Why did you cry at the hospital that day? 因为那天我听到的就是所谓 Alan 的声音。I was overwhelmed with doubt at that moment. I hope you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Don't skip career.He killed three people, but he said you could prove that that was a lie, just meant to fool Tommy. Of course, my partner and I'll testify. Simon didn't kill anyone. How come I never saw those files? Anything that had to do with Alan, we kept separately. I signed and sealed that file myself. Have you made a decision?Fuzi, you left the hospital yesterday. Is this your idea? 有人监视他。He's a big shot, but I have a solid reason. Neither the FBI nor the police can get that kind of permission. 是啊。Did you read Jane's letter?他仍然相信，仍然在等着我。Simon knew you trusted him. He knew you would still be waiting for him. So, to save you, he decided to go and meet Sharon alone. 海边的木屋里 ，Tommy 的尸体上面放着一只黑色的郁金香。Every time he kills a person, he leaves a flower.Next to the body. Different flowers. I remember once he left a black tulip. Mary Collins, 一个勇敢的姑娘，在所有的受害者中，只有她曾经逃出过魔窟。只可惜，最后还是被托米抓了回去。She was different. Shahan expects you to remember that. 她生前是一个中学的美术教师，林地的预科学校，那就是谢寒将要和我见面的地方。You need me to do anything? 不，在没有找到简要下落前，绝不能打草惊蛇。接下来，子英会和你联系的。还有，多靠我的发明。这是什么？窃听器、监视器，还有定位器，太多了。怎么？怕我身上装窃听器？还是有别的计划？这大神手真是太帅了，真想问问他是怎么想到的。现在可以说了。Boss only said one thing. It ends where it begins. 所以你知道了我会被关在那儿，提前录了视频。控制了地窖、接下来的你都知道了。
不大声打开了通讯器。有什么打算？俄罗斯怎么样？军火和毒贩的天堂，我喜欢。是这些，请允许我先离开，去做一下准备。晚上带你参观庄园。OK， 不要再做幼稚的考验，你的耐心很有限。不是在考验你，我只是真的很喜欢看你赤裸的样子。
还不错，明天一起玩。 是他兴奋了，我打算出去活动活动，你也一定会有兴趣。 One month, February 3. 我的最爱。 看见什么了？什么都没看见。 Simon， 不要叫我 Simon，Simon 已经死了。Jenny 还好吗？你是一个一流的侧写师，但是你不是士兵。 一个真正合格的士兵。
够感觉得出有子弹还有没子弹枪重量的不一样。放弃吧，你逃不掉的。现在还看不清楚你自己吗？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正好相反，我从来都没有迷失过自己。从一开始在透明的地窖里，艾伦就不存在了，他只是我用来拖延时间、来抓捕到鲜花食人魔的一个手法而已。你别再骗你自己了，对你的了解远远的胜过你自己，因为我们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同样拥有罪恶的灵魂，我们同样拥有罪恶的躯体，不屈的灵魂。仔细想想看，想想你曾经见识过多少的血腥、杀戮、碎尸，你就像一个苍蝇似的，见到血你就扑过去，就是因为你心里那点正义吗 ？No， 正义就是你的幌子，因为你享受那些，你享受杀戮，你享受血腥，你享受他们给你带来那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优越感。但是你达不到我的成就。虚荣，虚荣，虚荣是人的原罪。你拥有嗜血的灵魂，但是你却无法放弃世俗的快乐、虚伪的崇拜、无聊的情感。什么一流的侧写师，什么犯罪心理学教授，什么神探。有听到自己的灵魂在为你哭泣吗？我能听到。我想要帮你，我想要帮你把他们解放出来，但是你呢？你却用枪指着我。我们在同事，我们在江州，在香港，在美国，有多少人死在我们两个人的游戏当中，他们都是为你而死的，塞本，你心里曾经有过一点点的内疚吗？如果你现在还记得你心里所谓的正义，现在应该用枪打死你自己。我们的游戏，现在这么认为吗？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嗯？犯罪大师，魔鬼代言人 Mary Entry， 太可笑了。你知道你在我眼中是什么吗？一个四处躲避被我耍得团团转的一条狗。你只是我所遇到的众多的失败者之一，你跟那些变态狂、恋童癖、强奸犯、杀人犯没有任何的区别。你说的没错，我是在享受。你知道我在享受什么吗？
想看到你被铐上手铐之后那种羞耻悲愤的感觉。而唯一值得内疚的，那就是我没有早点抓到你。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是那么的寂寞，塞门。但是你还是选择用这么无聊的方式活下去。将会在这里结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的人生也结束了。我谁都没有赢，我的薄情眼在地狱等着你。Still have to go through some procedures to identify him, but I'm pretty sure this is Shihan. 自杀？你不觉得奇怪吗？ It is rather strange. Yes. Doesn't match his profile at all. He's not the type that would commit suicide before getting arrested. But then again.It's just a profile. 可这不是唯一异常之处啊！昨晚在庄园的人，一个都不在了，实在是诡异。But it's all good. Shihan is eliminated. Jane is safe. I know you've been going through a lot lately. Maybe you should let go a little.Go home. Take care of Jane. Rest.
都被救出来了，你怎么脸上还跟盖了个乌云似的？我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是一幅看似庞大且复杂的拼图，看起来好像全部都拼好了，但总有几块似乎不在准确的位置上。 What's going on? The file you spoke, the case about Alan, is gone. Which means it never existed.心动。